大家好，我是剪辑师，看一下包王跟鸭王这场三问抢十的比赛啊。先来看开场地局，这边两边运气都一般。看一下包王这边安迪在进攻啊，然后开始原地跳，还是原地跳和后跳啊搭配起来才是最完美的，俗称包王踢啊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还出了一个升龙啊！没等到跳啊，鸭王这边跟豹王打的时候，好像也不是那么盲目的进攻啊，也会选择稳一手。毕竟鸭王这边经验很丰富啊，跟豹王打的话，他每一次在疯狂进攻的时候啊，一旦攻不进去，自己就崩了，然后被豹王看瓜切菜。另一种方式就是啊，他如果稳一手，让豹王急啊，这种时候大部分的局啊，这个三问啊，主力就不提了。三问这边包王还是经常被鸭王打得气急败坏的啊。剩一个表馅儿米，就觉得反击游历这必杀在骂人啊，而且很难听。这波逆向被猜到，反向生物相杀，游历跑出半边，拼一拼拳脚，这个极限后跳攻防啊，也就是包王了。游历没攒出气啊，看一下这边拉尔夫面对半血的希尔米，没抢赢。扔进墙角，原地跳 C 摸摸 A 他啊，想跳 A 没跳出来啊，没有麦道跳底抓，看豹王这边二段跑抓被封住了啊，想做大买卖，哎呀好气。这局的话看纸面实力差不太多啊，但是包王这手真吃啊，可比身为大五强的猴子啊好用的多。啊，严克里斯首发，猴子在后面被传个气，哎呀这回要接必杀了。又是表虾米啊，看看这局虾米这下地，我感觉啊、大蛇队这一组的下地啊，这就比较慢。这包王踢也不好用啊，这下下盘被洗走，内向再来一个必杀，还剩一丢丢的血量啊。鸭王这边是不是要做大买卖？下盘，这个下盘两点，然后再接前 A 啊，这个中间的衔接会被有指令头的角色直接吸走，它不是无缝衔接的。在对方防御姿态的时候啊，打中了就另说。在酒区里面是这样，这个猴子，哎呀，二打一。两颗气的真气啊，来了！把包展示一下啊，展示一手真气。这地刚的不错，真气这边还是有两颗气，满血。这样的话，鸭王这局机会基本……等一会儿。此处有变化，完了，这倒地了，基本上就没了。这波又没猜对，再来一遍，晃一下，摸两下，然后直接跑抓，下逼吧，还有两个气呢，
包王跟仙儿蜜这么有缘啊，有缘就有缘吧，那其他这人有点太差了。哎呀，其实也还好，主要鸭王这边有点好。哇，这龙二，哎呀，没出绿字啊，可惜，不然就被真武打晕了。看看这波防守，包王还是打晕。不愧是拿真武当过主力的男人啊，这武士不一样。看一下这边红丸，拳皇九七啊，最好使的红丸。不不不，攻击力最强的红丸。包王挺能防啊，就在角落等你啊，非常的稳。这边红丸已经被卡掉半血了，包王一看时机不对啊，赶紧一个能量闪出来继续啊，这颗心又出来了。就问你难不难受？哎，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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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丸攻不进去啊，这跳 A 判定太高，说好的攻击力贼强呢。看一下鸭王这边三颗气的大门，包王这拉尔夫这拳脚啊，密不透风，两个人同步暴气，急了，一个蓝之山把包王吸到角落扔进去，这回看你往哪跑。刚 CD 出康啊，接三 C 摘星手。包王这边也还可以啊，把大门的所有资源全部耗掉。看一下仙儿蜜这边啊，包王 T 加下 C 的组合，哎呀没踢出来。这女版包王 T 啊，这个说实话对原版的还是来说还是有点差挺多啊。空防蓝蓝蓝蓝，他就想拦他啊，这下臂出的一个吸过来了，好像可以震的下 C 震吧，大跳天地反。包王连续四局啊，这四局都是表下而米，这怎么回事？好在下而米这个角色他不弱啊，配两个保安就好。一手包王踢，哎，这克拉克急的上蹿下跳。看一下雅典娜跳身后抓一下则正面，再抢一空投，哎，这包王踢没踢出来，有点小难受啊，想晃他一下。好了，但血量不多了，哎呀呀呀呀，这玩意儿都吃什么？一个敢出，一个敢吃啊！前跳吃了一个下臂抓，然后反要中脚。哎呀，这二段跑抓出升龙脚，又吃一套，这套疼啊！能量闪，再来个反要脚，保安王啊，绝绝。看一下副队长，上一局拉尔夫发挥的相当优异啊，但是面对雅典娜这边啊，他比他蹦得高，还有空投，反摇臂给肘啊，点一下要去延迟抓没有啊？还是下地逮到能量闪，发个波吧，别防了，好起来了，包王这边好起来了啊，运气终于啊在运气上。压倒鸭王啊！其实有真气那局运气上也是压倒的，一人一个猴啊，包王这边另外两个小武强草地加大门，先是真武和罗伯特，情势不容乐观啊。
这草地精啊，他在进攻，一手正摇 A 独步天下。哎呀，这下被拐到了。鸭王这局的话机会比较渺茫了，看看能不能秒了猴子，还有点机会。完，这就完了，蹦个豆你就没了。哦，灰空，我操，猴子是蹲姿啊。康克尔再接一个升龙，猴还有老什么猴子，这什么猴子，罗伯特的这个反咬脚还有这个打鸡头啊，打猴子啊，老头这种，如果对面是蹲姿啊，他这最后一脚是踢不到的。下雪下雪，这第三段啊，比捡破烂多一点点的血量。哎哎呀哎呀呀，刚出康特是三 C 接磕头了啊，会有乃父之风。唉，特瑞红丸，高王这边夏尔米变了啊，变成吹泡泡的夏尔米了。打了六局比赛，来了五次夏尔米。哎，吹泡泡这个包王可以归起来打。哎，比划半天啊。包王没敢进攻啊，还是拉后继续吹来了。50秒了，一脚踢到了脸上，先吃一个升龙啊，不急不躁，是不是再吃一套反咬脚啊，成功。哎，打晕了，但是包王这边松杆子了，真给面啊，鸭王还真失误了。就不给我包吃个必杀吗？啊，这么大腕连个必杀都不配吃，吹个口哨。出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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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为夏尔米跑到鸭王这儿了，这个包王那儿还有一个啊。真的是无语啊，这个有的时候那七局来了六个夏尔米，搁谁谁受得了、要把这头是真的硬对吧，看一下这两个玩电的，作为一名资深电工啊，这玩意儿有没有电，我一摸就知道。吹，接着吹呀、啊、哎，吃三套，这不接个必杀啊，心软了呀，小包剩个表诺啊，三颗星资源雄厚啊。亚剑延迟抓正面，延迟一下再下班下逼不吃啊，简单的吃个雷光拳啊。这局不错啊，仙鹤红丸加真七，包王这边充了个会员，这是鸭王有个红丸加大门，有的打。运气不错啊，是板边的布阵，红丸逃过一劫。
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，出大圣龙没防了吧。这场比赛是好像是那天阿明摆擂台的时候他们打的，错过了，一点没看见，真是可惜。小老头那包王后面还一个真七，不太好对付。老头这招叫蹬鼻子上脸吗？看下鸭王的大文啊，前面有一次放过盘，但是这局的话主要是这怒火，红丸倒是还好说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太不理智了，怎么能往前蹦呢？这包王踢连续被踢两脚，这包王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，赶紧踢两脚回去。哎呀，要不要捡完震一下，万一震到了呢？二比六，包王终于没有虾儿米了啊，到鸭王那儿去了。虾米是关系户吧，你把把都出来啊，要么在包王那儿，要么在鸭王这儿。家暴现场，一会儿看你火舞被人揍的时候，你喊安迪，你看他理不理你啊。飞鼠之舞，哎，这后面可以连呀，我操，可惜了啊，可以连个必杀，连别的也行。这内容极度舒适啊，包王他崩了，雷电虾米，虾米这斩气啊，吹个泡泡跟不没斩一样啊，都不如一个拳脚，还得挂到人身上才可以啊。你想啊，正面这不来个反摇手磨他一下啊，包王你是怎么想的？你管他打不打得中，他又没有气。看一下鸭王的真气，两边血量差不多了。哎呀，没死。包王随机这仨人看起来不错啊，这局不能输了吧，至少看起来两个大五强啊，还有非常擅长的同主人，被打了个 perfect。真疼呀我的包。哎，再射一遍，
包王前一段跟鸭王打三问被剃头了，你说多惨吧。哎呀太远了，想多接一个 A 但是没有接到，细道挺多。克里斯这不打算用一下吗？可惜没有确认，想再晃一下。这猴子真有上进心啊。突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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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霸王这边的夏尔米连上了啊，延续上了，延续上了，继续推泡泡。我操，这个前前之后瞬间一个后后，哎，也就霸王了，出了个远 C。时间不多了，再吹往身上刮，霸王领先一点点的血量啊！哎呀，看这躲得多漂亮，万花丛中过，叶片不沾身。这是老被踢脸这个问题啊，是时候得解决一下了。好了，失误了。他腿长。老王还能扛两脚三脚，包三脚出扛两颗气的雅典娜啊，包王这个心灵传送之后的小红头啊，相当到位了。来，怕被踢啊，过去啊，大不了一死，你怕什么？哎呀，失误了，没连出来，可惜了啊！前跑一下，小跳，乱动，把摇臂带必杀，成了，欢天喜地过大年啊！结束了一波长连败。包子、大猪加安迪啊！两个主力，鸭王这边是表七夏尔米加上一个红丸，一个主力够用够用。这包子要被表，哎呀，要被表七揍死了。包王这局大猪非常的克制表七跟表下，大意了，还好这其他事没接，这回有了，这不信邪啊，这大猪满
连个必杀都不给吗？啊，给了给了给了，还是挺尊重我包的啊。千鹤大门加夏尔米火舞东丈加个真气，完太远没连上，下次不震直接秒掉火舞，打晕再走。没打晕人就没了。哇，暴王者疯狂的压制，刚才应该闪过去给一套了。就这个，他这个拳叫啥玩意儿来着？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。破防算的挺准啊，在空中破的防，但是没想到吃到了一手反腰脚。成了，真七总不能反三吧？啊！那包王的大门打真七两颗气啊，起身乱动，是一手彩头蓝之山来了，压制王啊，选择了震，还震到了，强！哼，八神猴子加红丸啊，这边千鹤扫地，还有一个火舞。到点儿了，包，还行还行啊！我以为他那一波连败会一直打到头的啊，没想到中间又多拿了两分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先吃一套葵花，战必抓，暴王这边急了，上一手大圣龙，跳身后抓，先不接必杀，这回抓出来可以接了。王王自己出来，不用你抓。哎呀，这两个人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全是散打呀！哎呀，挣个草地金，那就别挣扎了啊！能走一点，走个近 C 高晕值啊，升龙被抓下来打晕，然后抽对